仲廷突破表现令评审赞不绝口。非常的游刃有余，你的声音其实也穿透出来了，所以整个歌特别是对观众而言，我觉得那个气氛也会带动起来。这是你比赛以来我最喜欢你唱的一首，我觉得你是今天的冠军，加油。哇，谢谢老师。